但是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间就要跟这一切说再见了。心中呢，满是不舍和眷恋。但是，毕业是终点，更是起点。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，可是正如我的导师王明君教授所说的，母校和老师给了我们底气，岁月和经历给了我们底气。未来，愿我们无论在何方，都心怀梦想，坚持热爱，永远脚踏实地，淡定从容。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，有社会大任，有世界格局，在各自的人生当中去成就自己，成就他人，也成就世界。